而开拍的大制作电影《建国大业》近日在香港举行首映，有份参与演出的张国立、刘德华等人都来到了现场。华仔的现身使聚集在门外的一大班歌迷尖叫不已。除了一般演员之外，也有不少名人嘉宾盛装出席今次首映，其中包括周文怀和林建岳等。准备了一首《母亲》。在片中饰演国民党高官的他只有一分钟左右的戏份，却获得了包括张国立在内的老戏骨的高度评价，称赞他的两场戏都完成得非常出色。华仔演的是我的侍从室主任于继石，因为他的戏份两场，只有两场，当然他没有什么说的，他两场戏都会完成得很好，因为这个戏大部分的他说戏重一些的也就是我们两个吧，毛主席第一位，我可能是第二位，那其他的都是属于历史人物一个片段一个片段。生日将至，华仔表示和以往一样，这一次的生日也会在家人和歌迷的祝福声中度过。我每年都差不多了，跟家人吃饭吧，然后歌迷会每一年都会有一个我们庆生的活动。建国大业由172位明星大腕倾力加盟，势必在各地掀起票房高潮。谈及这部戏，张国立颇有信心地表示，建国大业可能会创造内地影片在港上映的票房奇迹，会是大陆的电影在香港，我认为可能会是创一个票房奇迹，就像我们在大陆的这个票房一样，我相信。